恭喜发财，来拿红包。嗯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今年呢，又只能用在线上的方式的见面了。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啊，但心呢是与你同在的啦。是的。这么多年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呢，为了追逐你的梦想啊，也吃了不少苦啊，还真是难为你的。新的一年呢，也还是一样，四句跟你勉励啊。对，勤劳、忍耐、诚实、知感恩。希望新的一年你还是一样能大步的向前走出去。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是的，对的。谢谢云晴爸爸妈妈的祝福。对，云晴看得很认真啊。对啊，哎，我刚才我都很激动哈、啊，吓到了，吓到了。这是我们的小编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段意外惊喜。感谢小编，感谢小编。对，因为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回家过年。其实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哦，第三年，没有办法回去了。对，所以谢谢老师们，就是让我感受了。小小的家里的温暖，没事，以后可以经常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感受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下次就让你们直接因为今天是大年，因为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所以呢，除夕今天除夕，除夕是吗？对，我刚刚是憋住了眼泪，我希望就是能快快乐乐的过，对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年。我们看看桌上也多了一道菜哈。这个是云晴给带来的，来，云晴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菜是什么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冬瓜排骨汤。哎，对，首先首先呢它是去火、哦，没事，我可以、哦，可以吗？就是首先呢就是去火、然后呢还有润喉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一直在唱歌嘛，我的专业，对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道菜。那为什么会喜欢这道菜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妈有我妈妈的味道，因为我妈很喜欢做这一道菜给我吃，很喜欢煲汤。对，然后有可能我身体不舒服呀，发烧啊什么的，我就一定会吃这一道菜。就我觉得这一道菜它可以帮助我去火，然后还可以同时间感受到妈妈在身边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从小就是吃着妈妈的这道饭，就会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一道